啊，这个森林原长的六百社区有两种经济作物。番麦甲蒜头，这个社区发展协会特别举办着活动来推广，希望透过乡亲共同参与经营，让这个社区愈来愈活泼，产业愈来愈活化。番麦和蒜头拢是原中乡六百社区两项真重要的经济农作物。社区发展协会今年用这两项农作物来举办六百未歹、算哩厉害的社区产业活化推广活动，现场真热烈。等下吼，就是这个阮的社区吼，拢有咧教迄个跳舞，像这老人吼，等下因会来表演。六百社区自民国1999年就开始积极向森林县政府推动农村再生，经过当年的经营，是县内成功活化的社区之一。尤其伫前几年推动的水铺满，更加变作六百社区的特色。所以它是一个节能节水、水铺满的一个再利用计划。拄好咱的出外这少年仔有倒来。啊，有回来吼，啊，拢有来参加吼，伊讲吼，反正安尼做好诶。现场阁有举办趣味诶钓鱼啊比赛。今年因为疫情，毋管伫人数控管或者是比赛现场，拢有做管制。期待透过乡亲共同参与经营，让社区会当愈来愈活泼，产业嘛愈来愈活化。